压缩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，我们会借由瑜伽的动作来伸展到我们的肩颈，同时也会安全的伸展到我们的下背。准备好你的垫子，我们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是瑜伽的骆驼式。骆驼式呢，会用到我们很多的下背、我们的腰。那通常我们做骆驼式的时候，都会把腰过度的折弯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练习一个方法，如何把我们的背脊是拉长延展，同时又是安全的进入到骆驼式。我们从站姿的暖身开始，将双脚分开来，大概是屁股的宽度，手臂往上提，吸口气，吐气往下放。我们先活动一下双手，吸气向上，吐气放下来。试着戴上胸口，手往上的时候看向天花板，放下来轻轻地看向地板。我们来回做几趟，吸气向上，吐气往下放。你可以感觉到我们的胸口向上延展的时候，把胸口打开来，但是背还是往上提的力量。吐气放松，我们试着把这个动作再加大一点点，手向上提，把髋关节微微的向前推一点点，只感觉到重心的转换就好。往前放，好像有一点点要踮脚的力量，向后把脚跟踩扎实，往上提一点点的踮脚，往下放，脚踩扎实。我们带上前弯咯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前弯，放松你的肩膀，放松你的脖子，往上提高，吐气前弯。我们再做几次，感觉我们的背拉长，感觉我们的腰放松。试着把身体呢想象成前后切成两半，所以向前的时候，我们是延展前侧的身体，包括你的腹部、你的胸口、你的手臂、你的肩膀。向下的时候，我们是放松我们的背后、我们的腰、肩胛骨和脖子。最后两个，向上提，延展前侧的身体，向下放松，往上，再往下。接着我们向上稍微停留，将双手轻轻的扣在一起，肩膀轻轻的放下来，下巴微收，视线看向远方就好。我们都先不要看到上面，感觉你的背是往上提的，让脚跟一点点的抬起，感觉身体的重量放在脚趾头，放在大腿的前侧。吐一口气，再慢慢的放松回来，将膝盖弯曲，把背放松，轻松的左右活动一下，借给我右脚往前，左脚放在后方。我们做来回前后的摆动，髋关节向前向后，往前的时候踩扎实，往后的时候勾脚，后方的脚往前的时候推脚跟，向后的时候踩稳地板。带上手咯，向上提，臀部向前推，向下往后送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往下，往上，往下。你可以把视线稍微的带向天花板，再看到地板。我们再做两个，上下上下，停留在上方，后面的脚再推一下地板，把身体往前送，双手再向后，在耳朵的旁边就好，感觉到右大腿的力量，髋关节向右斜前方推，腹部拉长延展，让身体回到中间来。相反，我们做另外一只脚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往上提，往下放，向上，
向下。如果你觉得腿后侧很酸紧的人，往后的时候膝盖可以微微的弯曲，没有关系。向上提，往下，顺着你的呼吸咯，往上吸气，下来吐气，向上提，向下放。我们做最后两个，最后一趟，接着一样停留在前方，后面的脚再推一下，把重心往左斜前方送，两个肩膀保持摆正，下巴微收，胸口再打开来，吐一口气，让身体回到中间来。两只脚我们打开来，比臀部还要宽。做骆驼式呢，除了你的背要伸展之外，我们的肩膀也要打开才行。将两只手向后绕，扣在后面，肩胛骨微收，打开胸口，先看向天花板。吐一口气，膝盖微弯，让身体慢慢的向前来，双手再往上。脚的位置呢，我们可以选择弯曲还是伸直，将双手尽量往天花板的方向伸展，延展我们的肩膀，同时把刚刚有点用力的背稍微放松一下下。首先轻轻的放下来，找到我们的脚，推一下大腿，这样身体回到中间，我们让身体跪下来咯。膝盖弯曲，首先落地，将膝盖轻轻的跪下来。我们要准备来到我们的骆驼式了，将两个膝盖打开，大约是臀部的宽度。还记得我们刚刚站姿把臀部往前送的力量吗？现在一样，吸气，臀部微收，将腹部再往前推，胸口打开来。我们先做单边的，右手叉腰，左手往上提，左手向后绕，眼睛不要看手，让手自己去找脚，它可能只能摸到大腿的后侧，或是来到小腿，或是脚跟，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。注意一下身体不能斜斜歪歪的，两个肩膀摆正，所以同时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右肩膀再收进来，胸口再打开。如果你对后弯没有自信，或是觉得害怕的话，手可以先摸着脚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一点一点的慢慢来。身体送回来，左手放下来，相反另外一边，右手向上，手向后绕，肩膀向后带，臀部往前送，胸口保持打开，眼睛不要看手，让手自己去找脚。一旦我们用视线去找的时候，很容易你的身体就会歪斜，尽量的摆正。重点不是在多远，而是要把身体摆在对的位置。感觉到前方的身体伸展，你的大腿前侧，我们的腹部，我们的胸口，整个打开来。将右手回到上面，慢慢的回来，我们将双手轻轻的落地，松一松我们的髋关节，松一松我们的臀部，轻松的左右动一动。接着我们试试看两只手一起，首先回到大腿，把身体推起来，双手向上，肩膀放松，重心往前送，臀部微收，胸口打开，两只手向后绕。我们这一次先找到你的大腿后侧就好，顺着腿的后侧呢，往下往膝盖的方向前进，停留做两个深呼吸，感觉重心往前放，背呢是有用力，但是不是挤压在一起的，感觉身体的前侧伸展，双手慢慢的回来，轻轻的找到地板，我们做一个婴儿式，放松一下我们的下背吧，臀部向后，双手向前，放松我们的背部，
身体慢慢的回来。我们再试一回，这一次呢，把脚趾头踩着，把脚再垫高一点点。同时我们检查一下身体咯，两只手往上，重心往前推，腹部拉长，感觉我们的尾椎是往下放的，把身体拉长了，再让双手向后，顺着你的大腿找到膝盖、小腿，或是我们的脚后跟，把肩膀跟胸口打开来，留意一下身体哦。如果你现在在做的时候，大腿没有感觉到身体的重量，而是有点屁股向后坐的话，那样的力气会跑掉，而且会挤压到我们的腰，感觉是往前送，大腿出力，这样手顺势的放下来，放在脚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，再把身体慢慢的推回来，臀部送回来，练习一下单手，检查一下身体，左手向上，往前送，眼睛尽量不要看，很容易呢，我们会想要确认一下手到底有没有摸到脚，变成这个动作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只有伸展到单边的身体，手虽然可以走得比较远，但是就没有达到骆驼式该要的伸展了，所以记得你在练习的时候，让手自己去找脚，左右晃一晃，捞一捞，或是顺着你的脚往下，再往远方走都可以。回到中间来，相反边，右手向上，往前送，往前推，手往后，左右捞一捞，顺着大腿，再往小腿，往脚跟的方向走，让身体送回来。我们把脚放松下来，来到轻松的坐姿，双脚向前放，两只脚呢，一个脚勾，一个脚尖，轻轻的活动一下。在动我们的脚的同时呢，你会发现你的屁股也会跟着一起左右移动。只要保持这个动作，让双手往前伸展，走到目前的最远就好，停留在底下，双脚持续脚勾脚尖，你的身体也跟着有一点点右手向前左手向前交换的动作，把我们的背伸展一下，虽然它不会过度的折弯，但它毕竟还是有用力，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反向的伸展，让身体达到一个平衡的位置。好，让手慢慢的走回来，任何一只脚放在前方，将双手扣在胸前，背向后推，手向前推，左右活动一下，吸口气，双手往上提，吐气打开手。今天的练习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才的练习，是不是觉得身体都被伸展开来，活动开来了呢？身体同时有紧绷或是疼痛的状态，通常都是你的脊椎有压缩的情况而造成的，所以不妨在休息的时候做几个深呼吸，把我们的胸口打开，把我们的脊椎稍微伸展一下吧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